Hello， 大家好 ，Vogu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玉芬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妆怎么画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其实底都打得差不多了，然后我接下来要画眼影的部分。抖一下，因为有一些余粉，然后就在眼皮这里，眼皮。那个宽度不要太高，就是有时候没睡觉啊，就是眼睛会很跑，所以会随着每天的那个眼睛的状况去做调整，就是用眼线来做调整。就是画完眼线之后，我会这样瞪大眼，这样再看一下有没有一样大小。其实我睫毛夹完之后，还会烫一下睫毛。先刷睫毛，刷完再烫。睫毛我会刷一层，淡淡的，把它梳开。预热要一点时间，刚好可以。那我现在再补一下内眼线的部分，但是这个眼线一定是要很防水。因为我们要等睫毛的时间，所以我先画眼线。只是晚上白天不一样，白天就是尽量不要拉太长。然后如果可能晚上有比较重要的工作或者约会，可以拉稍微长一点点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一点。停留一下再往上，一样要抖一下，但那个圈圈是很小的，没有大范围的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口红的部分，加完之后再抿一下就好了。有时候化妆就是不要太多，如果也要看选择看你的服装。对，因为我今天的服装是算是比较大红色、比较夸张一点的图案，所以脸部的妆就是有立体感，然后淡淡的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